帶俾我 Nina。11月2號的香港國際金融峰會開始有變數，這個國際金融城市開始陸續地受到反對，原先又說沒有人來，跟住因為防疫政策，跟住又話開一個特別通道俾佢哋過，唔能夠好似香港咁0+3，更加俾容許佢哋馬上咁樣可以出街食飯，令佢哋高高興興。答應嚟嘅人好多，大摩、黑石、高盛、花旗全部榜上有名，而係派出佢哋嘅 CEO 呢件事。令到李家超好著弱，因為好嘢，香港依然係國際金融城市，但係 but 英文啊 but， 而家正如我之前所報導過所講嘅，就係話大量嘅國際人權組織而家反對，尤其之前喺香港為咗阻止警察嗰個人權律師。他被判坐監3個月回到美國的話，他更加發起了行動。他說如果這些這樣的基金佬全部離開，就會被人家覺得人權並不重要，更重要的當然就是過去3年香港發生的什麼事，即是現在摸和當無數，大家對這些事視而不見。而呢啲咁嘅金融機構，如果嚟香港，係直接咁樣破壞咗美國嘅外交政策，亦都無視美國對李家超嘅制裁同埋香港嘅人權關注，希望美國政府採取行動。點解會係咁呢？因為李家超係開幕儀式嘅演講者，即係一班基金佬對住。一个备受争议和美国制裁的人在这里听他讲话，这个就已经是违反了美国制裁的原意。所以这封联署信在昨日发出，对象就是美国总统拜登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美国房屋金融服务委员会、参议院银行委员会、众议院外交事务、参政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，即是燃烧到整个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。而信中提到的美国多间主要的金融机构，花旗集团、摩根大通、摩根士丹利、黑石集团、高盛，在12月香港出席的金融峰会，在一个政府侵犯香港人人权的地方，而最重要的就是制定金融战略和这个社交活动，被人觉得就是美国现在这班基金佬为港共政权提供支持。而信中将所有呢啲 CEO 都寫咗落去，而警告佢哋咁样做係为咗美国嘅政策，佢将导致法律同埋监管后果。呢次唔知开唔开得成，如果係咁样，因为呢啲金融机构佢哋本身就已经讲过，佢话佢哋一定会執行美国的法令，他们不会呢是做一些美国的法令不容许的事。那现在一班20多个的人权组织，包括那位香港的美国人权律师，他们这个联署究竟发酵到怎样？我相信拜登一定有他的立场，因为整个美国政府已经将香港视为中国没有分别的一个城市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相信是很困难，而美国也都已经取消了香港最优惠的待遇。投资可以，
呢啲咁嘅措施係唔可以。而更重要嘅就係呢個會議，如果呢班基金佬唔出席，係直接摧毀咗香港城市之都、展覽之都、會議之都、國際金融城市呢招牌，全部即刻粉碎。因為佢哋唔嚟，咁我問你啦，你再開啲會議，歐盟、英國、日本，如果有其他分佬嚟唔嚟啊？如果美國出聲去干擾佢哋，咁樣其他嘅人嚟，或者唔係金融業，甚至展覽嘅時候，仲有冇人嚟啊？而家美國佬嚟香港都少嘅，因為之前已經向香港發出咗一個乜嘢啊？一個叫做旅遊警示，係紅色，即係話唔適宜嚟香港旅遊。節目做到呢度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課金睇廣告，可以嘅話加入會員同 Patreon， 大表個天啊！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，咁樣係咯，即係見到呢啲令人比較難過一啲咯。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一個香港人，我重視香港。今日有個阿姐，佢走上嚟同我傾咗幾句，咁佢話你好似全香港都住過。我係，就是因為我全香港都住過，我十二歲瞓街，陸續嘅地方唔同嘅地區都住過，唔係住一兩日，係住一段時間，直到住到今年58歲，所以我熟悉香港，我珍視香港，但係邊一個破壞香港，而佢嘅威力係我哋無法想像。拜拜。